太多了。 你有感受到太阳的赠礼吗？
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原会丢各种东西。在哪里吗？ 我从未刻意带领众人，但我好像是个天生的领袖。 我从未刻意带领众人，但我好像是个天生的领袖。勇士会带领着英雄。
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
让我们的对手尝尝怒火。攻起！你不是不好东西吗？快点报仇！见了，攻起！攻起！这是不好东西嘛！终将平息。解决他。攻起！我的手牌太多了，秘法剑雨从天而降。在我的利刃之下，有点痛，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这还有点痛。要对决吗？小心，你的对手就是我。这还有点痛。汉下拉住，我向你。
让我们的对手尝尝怒火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请你放弃，快逃啊！